ground shake. Hello， 我是 John。有玩过单机游戏都知道他是谁啊？没错，他是 Michael 的精神科医师。那么，他其实也算是心理学家吧 ？Maybe。啊，总之呢，我们今天来介绍他的新的房子啊。这个新房子呢，在这个靠近这个湖的右下角这个区域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模组非常大。其实也不算大，就是，应该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制作了。OK， 那这边还有保镖啊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黑色是怎样，可以走上去吗？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上去看一下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台啊。这个平台，哦，等，我看到他的车了。我先把武器装起来，这样比较清楚一点。装那个聚义枪好不好？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。给我装一下好不好 ？OK， 不要再玩枪了。我的错。OK， 我知道，他这个模组太大了，他在装其他模组的话，他会玩枪。OK， 我们直接去大门好了。OK。这应该只是个平台哦 ，OK， 它是从这边走上来的啦，它算是一个道路，但我觉得它这样设计不好哎。啊，总之呢，我们就直接去这个大门。这个大门，这是 E 跟 F 吗？哦 ，E 跟 T 啊。OK， 我们这边有保全呐，非常的安全啊。这个是可以开的吗？哦耶，车库哎。OK， 一进来就有这个是谁？这个是修理的技师。不会吧？闪电麦昆在他的车库里面呐、啊。OK， 还有很多跑车。我这开始有点顿顿了，我觉得先上去介绍完之后再下来看好了。OK， 他这个非常的吃我的电脑效能啊，已经有点卡了。OK， 他这边哦，这上面就直接上去了吗 ？OK， 我们先一层一层看过去好了。这个门打开之后就看到哦，钢管辣妹。看还有谁在旁边啊？富兰克林。Oh no！ 我又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我先把头转走啊。OK， 有 FIB 的人在这里。Trevor、Jimmy， 还好 Michael 不在家。看到 Michael 在后面啊。Michael，Cool。这边人好多、我突然发现我的头发好好玩哦！你看他头发，做的好精致哦！你看他头发的样子，好酷哦！OK， 因为我的那个效能是开非常高的，所以他的 FPS 吃得很快啊。这边居然还有 DJ 在这边播放音乐。Yo man, what's up, dude？ 后面的CD 应该是他的奖牌吧 ？OK， 我们就直接上去看一下啦。这个，看一下，我们刚才是从下面上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门是到哪边的？是这个平台的，刚才是走那个车库上来的，所以这边的话是走上面。惨了，他已经开始掉帧了。OK， 这个小平台可以看到他们在吃吃喝喝。等一下，这边有个小门啊，这是通到哪边的、啊？这应该是厕所吧？
没错，这边有 locker。OK， 这边看起来是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就是洗澡的地方啊。出去看一下。OK， 所以它厕所有两间哦。这边是干嘛的、啊？哦，餐厅啊！哇，那厨房在哪里啊？我想去看一下厨房。OK， 这个就是厨房，空空一物啊。两个人在这边，冰箱。OK， 我们再上去看一下哦。上面就应该是主卧室的吧？糟糕，他是开始跑得很慢了。哦，这有秘书哎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大、啊。OK， 看一下这边什么？这是通到哪里的、啊？哦，下面是类似道路的东西啊。这是到哪边啊？是电梯吗？哦，真的。那、啊、怎么传送到这边？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它旁边有游艇哎，所以它坐上去之后，那个门就打开了吗？酷！我们等一下再坐船啊，我们先再上去看一下。哦，保全人员到处都是啊！我们看下这个正门啊，正门是什么？哦，圆桌啊，这是圆桌呢，你看看 ，cool， 是什么 ？Life Inventor，OK，、okay, 这应该就是这样而已啊。这模组好多、哦，感觉我电脑快跑不动了，哈哈，这应该没有了吧？还有一层啊、哦，这一层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办公室吧，算是小型的聊天、茶水用间的地方。这边还有电脑桌，然后他们在谈判吗？自己交给你啊，谁叫我是老板？哦，水果，这边有红色旗子，是我已经占领的地方啊，就是我的事业版图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这是酒啊，想要来一杯的自己拿，不要客气啊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旁边还有什么。绕一圈，应该是从这边过去吧。这个模组非常之效能啊，非常之效能哦！睡睡睡，我的客厅就这么大、啊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，人都在楼下 happy 了，狂欢了。OK，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走道的门啊，真是逛不完，哈哈。OK， 这间房间很大，然后有床。沙发、电视机，哦，还有衣服的架子长这样哎，哦，坐在这边看这个外面的风景也很棒。好，我们去上面看一下，这上面应该算是最后一层了吧？什么？楼梯还有楼梯，这到底几层楼高啊？啊，我终于上来了，还有没有啊？快到顶楼了啦，再看一下好了，趁他还跑得动的时候。OK， 这个门进来之后又是走道，走道过来就是
就是也是一张床，这应该算是客房吧。然后这里客房哦，他电视机跟沙发在楼下啦，楼中楼哎，帅哦，再去看一下。OK， 他的摆设真的是还蛮时尚的。OK， 我们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洗澡的地方。所以他这边应该就是客房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通到哪边去的？是厕所而已啊。哎呀，好，这里应该也是一样的客房吧。好的，是客房屋，两间是一样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快结束了，最后一层了、啊。这一层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停机坪的吧？等一下，这个门有进去过吗？哦，这是他的健身房啊。哇，这个女生，看一下，哇，她好壮啊！她好壮啊！算了，无效，好吧，算了。这颗球是干嘛、啊？坐在上面吗？这可以坐吗？算了。啊，最后一层啊，最后一层啊，最后一层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最后一层比较赞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个门后面有什么。嘿嘿。先看一下这个门打开。哦，睡哦，小餐桌，然后电视机、沙发，后面是什么？这也是一张床。哦，这边有个小型的什么？这是哦，泡澡的地方哎。哦，看起来好高级哦。这应该是厕所吧？对，厕所。OK， 这个模组差不多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看完。这边，哦，这是女生的换衣服的地方，还有首饰，这是戒指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有价钱呢、啊？这是手表，女装衣服。哦，比基尼。好，我们去外面看看啦。外面看一下。跑快一点。哦 ,Tracy, 你在干什么？一个人在那边跳舞。啊，他还蛮自我陶醉的。旁边还有很多辣妹哦，来玩手机，不怕手机掉下去吗？我、哦、这边全部都是啊，哈酷。OK， 这个保镖非常尽责啊，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奇怪人物吧，应该吧。OK， 这边非常多人在那边嗨啊。OK， 我们今天这个模组非常的大，非常耗电脑效能啊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